大家好，我笑笑，你们肯定想也想不到哈，我最近有多么的忙。哎呀，把我忙安逸了哈。昨天晚上加班，加到凌晨一点多过，然后今天早上一起来，又开始上班。哦呀，现在是中午时间啊，下午时间，下午两点钟了，蓬头垢面的，头发也没梳。哎，刚刚就去洗了个脸，然后这儿才收拾下自己，刚刚忙完，饭都没有吃。我现在把自己收拾哈，收拾哈就开始吃饭了。现在火车团也没得早餐卖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！先发个美嘛，让自己精神一把。哎呀，好累，腰酸背痛的，说是太累了。我发美嘛这个技术啊，一会儿好一会儿皮。看吧，好了，哎，今天就打扮简单一点哈，就穿个那个牛仔裤配上 T 恤，然后我还没吃饭，今天也是那个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哈，不是放三天假嘛，噶，然后秀秀在这儿祝大家端午安康。然后今天中午我要吃那个红油抄手，因为上次我自己包了那个抄手，然后冻到别人那儿里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南大了，之后回来做抄手吃，还是自己亲手包的哦，跟你说，把这个盆盆拿过去装抄手。那个抄手已经拿回来了，还拿了两瓶菜叶叶，还有两个那个小米椒，然后我现在开始煮起，已经饿了哈。这儿装水，半点就行了。30，好，差不多了，40，把电插起，按煮吧。让它煮哈哈，我这个烧水烧得特别快啊。好了，那个水差不多热了，我把这个抄手放进去，一个两个，看这个抄手安不安逸，把锅盖扛起，自己那个调个香料，把那个红海椒剪到那个盆盆里面去，再剪一点，我喜欢吃辣一点的。这个抄手煮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个菜叶丢进去，好，让它煮一下。看我这个香料拌的还是多安逸的哈，麻辣鲜香的，跟你说，红油。把这个转匀一下，好香啊！好了，差不多好了，关火，把火撤了，把那个抄手倒到这个碗里去。满满一大盆，哇，好香啊！看满满一大盆，把它来和匀，哇，好巴适啊！放到这儿来吃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又是这么一大一盆盆，这个是我们才是我们正宗的四川老家红油抄手啊。给你们看，哈哈，想不想吃？想不想吃？你们就说想不想吃？不管了啊，我先吃啊！我不用筷子，我直接用这个瓢瓢了。哇，好辣，好辣，不过还是好味道。这个味道真心不错，再来一口，这个工地上来哈，长胖了几斤，我跟你说，不晓得为啥子在屋头吃那么好长胖，在这儿吃的反而没得好好。
反而还长胖了。你说，那个抄手一口没？看来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呛安逸了，让我静静咳嗽一下，再也不敢吃那么急了，哈哈 哈, 哈。再咳两下，哎呀妈呀，停不下来了。哎呀，拿到我嗓子去了。太好吃了，没法的。太棒了，这个味道。汗水都吃出来了。自己包的抄手就是好吃。今天这一盆都没吃够，早知道多煮几个了，好吃到连汤都喝了。喝口水压压惊，康康我表情，辣得怀疑人生了。不过真的 YYDS 了。